正三观关系图，那我们做这个网页已经做很久了，对，很不好意思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个首页这样子，那上面的话可以输入任意的公司名称跟统编，比如说如果要打中央投资的话，然后就会跑出中央投资的相关公司这样子，而且那因为先。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东西又比之前多加了一些，因为我们除了画他的一个法人的投资关系之外，我们还有顺便就每个公司之间的董监事的名单去做交叉比对，然后有那个两个以上重复，我就当作他们是同一群人，就是他可能没有，他可能不具有法人投资关系，但他可能是董监事自己拿钱出来投资的这样子，就让所以那自然人的投资的关系跟法人投资关系整合在同一张图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更多的关系出来这样子。那如果有双箭头，就是有交叉投资的这样子。所以那以后就是对，那然后另外如果说对某些董监事名单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点旁边董监事的名称去看，就许立德，许立德比较多。对，然后对，然后那个这个银色啊，银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没调整呢、啊，对，银色先不用管，对，然后目前大概是这样，对，这是徐立德他个人的一个投资公司的一些关系这样子，对，然后对，那我们目前这个东西还在我们的 logo 端上嘛、啊，然后因为我们。有在 Heroku 上面有加一个网页，可是那个等一下复习上去，对对。然后我们那这个只能够说那个就是大家闲来无事这样玩一玩，然后去查询一下。那我们预计之后还要再加上一些排行榜的功能，比如说直接投资的排行榜，然后谁对，然后第一名到第十名之类的那种，对。然后就让大家再看一看之余，还可以再有更多东西可以去点这样子啊，对啊，就在王雪红，对这个。如果我想要查个人的话，也可以去查他个人的这样子。不过哇，还蛮花的哈。这个我们会再努力调整这样。对，我们现在大概是东西是这样子。那如果有新病进度的话，我们会再去 IMEI 上面更新。有没有注意那个黄明的状态？黄明的状态。现在是就是用他持有的公司来分别，因为如果同名的话，他会持有。对，你担心的是那种同名同姓的问题吗？是不是？去年是说这个王雪红。对对，哦，去年Submit的，对，我去年Submit的，我说那个同名同姓，我的设计的方式是那个两间公司，它可能有同名同一个，它可能会有同名同姓的人，可是两间公司如果有两个以上同名同姓的人，哦，就是看他朋友。对，可能是跟他朋友一起，那这种的话，他同名同姓几率就降低很多，所以我都是取两个以上的，对，一个的就不管了这样子，对。我们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像王雪红，那可是你看啊，其实像我们这样子分的话，其实还是我那个分法还不一定比较完美，因为你看这边这些王雪红跟这个王雪红，一看就知道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分出来可能还是有点差异，这没办法，就 open data 还是有它极限这样子。不过我们就尽量就是把资料 clean 到比较可以接受程度这样子。像这个是最下面的王雪红，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据说这个好像在高雄开保龄球馆的吧？这当然是保龄球，这不是那个王达店那个，对。对，好，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做的一个东西。对，那以后就是反正等正式上线的，会再请大家一起就是开放公测这样。好，谢谢。